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们的 Skibby 塔房啦、啊，各位，今天呢、啊，我们这款游戏啊又更新了，更新了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是觉得这次的更新啊，还蛮屌的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啊，后面这一只有没有升级版的泰坦时钟人啊？现在呢，拿出了一把他的专属武器啊，非常的帅气啊。那老实说啊，我没有看过他这个拿剑版本的，我是有看过影片封面啊，但是我没有点进去看啊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会发出什么招式之类的啊。总之呢，啊，就是升级版的嘛，拿了一把剑就挺帅的。那不晓得啊，还会不会发动时间暂停哦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前面这一个，这个创作者，我觉得有在玩宠物模拟器的人啊，应该不少都知道他是谁吧。他在宠物模拟器里面算是非常的红哦。叫什么名字来着、啊？我看一下，他的名字叫做 Digital 哦，是念 Digital 吗？就这个名字应该是日文吧，我觉得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。总之呢，啊，他就被做成了一个单位哦，跟我们之前的那个贝米一样啊、哦，也是一个创作者哦。他们全部都被做成单位了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新的创作者呢？啊、他在这个商店里面，卖549啊，我觉得是有点贵啊，啊，贝米都没有他贵，我记得贝米好像399还是299而已吧，啊，可能是他比较红，可能是吧。哦，然后这一只呢，它上面呢，哦，是写说它具有 AOE 啊，就是范围伤害啊，等级4的时候呢，哦，就会有范围伤害。然后呢，他的技能就是向最近的目标发射光束，对附近的每个厕所造成85000的 AOE 伤害。哦，他的技能名字是什么？皇家耀斑。听起来有点奇怪啊，反正就待会来试试看就对了啊。老头有这个单位啊，这个单位呢是那个09送我的哈，09送我的，非常感谢他。他说他这一只啊要给我拍摄，然后就直接送我了这样啊。伤害呢是7500啊，0.3秒7500，0.9秒多少？7321哦，大概20000多伤害，还算不错，还算不错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升级版的泰坦时钟人哦，这个升级版的泰坦时钟人呢，他居然没有任何技能的叙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任何技能的叙述啊？好奇怪啊！我去看一下他的专属抽奖的那个箱子，在这里吧。有啊，这边就有。为什么在我身上没有显示啊？然后呢，这是他的新的箱子哦。那一样的套路我就不多说了、哦。我看一下他那个技能是说明什么啊？投掷剑击中马桶人会造成75000的伤害，冷却时间60秒。他是说他会把他的武器拿丢出去，然后攻击马桶人这样子哦、喔，啊，就只有一招而已哦、喔，怎么感觉弱弱的？然后他的秒伤是多少？75、35，他秒伤是3万5啊，秒伤是35000啊，跟那个旧版的时钟人比起来，好像这一只就攻速比较快一点哦、喔，这个是没升级的嘛，没升级的0.5秒。哦，就没升级的话呢，就30000伤害啊，有升级的就变成35000这样子，多个5000啊，有比较强吗？不知道啊，反正呢，就是待会来测试看看哦，然后也做了一些不少更新哦，啊，可以开始送一些通行证给别人这样子啊，就是做了不少的改良啊，反正就各位自行体验吧。我们今天这一集主要就是来测单位哦 ，OK， 全部升级完毕的。马上来看一下我们的创作者单位哈，范围还蛮大的哎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来马上来测试一下。它只要1200块钱就可以直接放上来了。来放一下，它还有配音哇，创作者专属配音 ，I'm here。然后呢，他攻击居然会有罗巴斯的浅浅跑出来，或阿 B 跑出来，哇塞，太酷了吧！这个，哇，然后挥的好快啊、哦，一秒挥一下，然后呢，花2125升上去，来升上去，哇，还专属配音，再花4400，升级还会超级 Super Saiyan 这样子。
啊，再花4000是升上去，秒伤变成6000，哎，没有，秒伤变成12000，我要范围伤害了，哇，哎，这个单位好强哦，怎么突然觉得那个贝米的创作者有点落掉了？是我错觉吗？差好多，哦，这个已经有嘎德里等级了吧？我觉得这只有嘎德里等级了吧？再花个15000，这应该是最顶了，0.3秒7500。25000伤害，然后他有这个 RB 的这个技能啊，这个 RB 技能我好想看哦，可是现在单位都被撸掉了。哦，他挥的好快哦，哇塞，这个怎样？攻击速度好快，欸，这个单位还蛮强的，欸，是真的还蛮强的 ，AOE 再加快速攻击，每秒25000这个样子，放个技能看一下。Are you free？ 很帅很帅，这样子专属配音啊，我的天啊！然后再来这一只，哦，这只有够帅气的，我觉得这个创作者可能要先下来一下了，哦，应该要先下来一下了。我们现在马上来换一下这一只，哎，对，没有错，就是我们升级版的泰坦失踪人。哎呀，这个外观啊，非常的不一样啊。我在想，我应该要带旧版的跟新版的放出来来比较一下，喔。不过我旧版好像已经没了，我现在换掉了啊，旧版的被我换掉了，喔，所以说啊，也没办法比较了。好啦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哈，喔，升一下25000/3680，啊，它这个伤害呢有加上天赋哦，喔，这天赋力量2啊，欸，我这个天赋力量2，所以说有可能会有点误差哈，喔，再花个6500升上去5520。哦，他这个有手炮会攻击是吧？很可惜没有什么音效啊，哎，没有什么音效，哎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还好我赶快把这只放过来，不然我要狙啦！先来救一下我这边吧。哦，我还解了一个任务是吗？好，继续哈。哎，9500升上去啊。7820伤害0.4秒，啊，外观基本上没什么变化，欸，没什么 变化，然后已经有那个 AOE 了，啊，已经有那个 AOE 了，然后再花个18000给他升上去，可我们现在没有钱，啊，剩下的交给他吧，欸，交给他打，这个单位都比那个谁啊，都比这一只啊，比这一只还要强了，你这样子确定吗？啊，你这样确定吗？啊，花个18000升上去，最顶了。哎，欸，这个攻击速度0.2秒，秒伤居然变到40000了，不是35000吗？还是说我有这个力量2的天赋的关系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感觉也蛮不错的。啊，放个技能好了，天剑，啾！哇塞，等一下，这个剑还可以转弯旋转哦。哇，这个天剑。太扯了，啊，这个天剑有点扯就是了。啊，我必须收回刚刚那句话，什么创作者都比你强，其实你也很强好吗？哎，欸，你真的也很强，是我会错意了。他开枪速度超快的，啊，我的天啊，哇塞，来再给他升上去。天剑啾啾啾啾啾啾，哦，还蹦一下这样子呢，他会旋转哦。哇，有了这两只，噩梦轻松打了。其实不一定要这一只那个升级时钟人，其实也不太需要，只要有这个创作者就可以了。啊，有这一只就行了啦，真的啦。啊，这个太远了，有点射不到。而且总共可以放几只啊？这个可以放几只？我看一下。这个只能放3只吗？哎，欸，不是哦，是因为这个满了，是不是？再放一只，最多3只，没有错的，最多3只。来帮忙一下，哎，欸，对，没有错，打掉它，现在第38波啊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变得超级轻松了，我的天哪！那这个嘞，这个也是只能3只。啊，都只能3只就对了。Royal Fire，啊，喷死你！来，我的天剑之力，啾啾啾！来个天剑之力吧。我们有天剑之力可以放了，天剑之力，
就跑去打后面的，笑死了。哎，第四十波了呢，这已经是第四十波。哎，我为什么这边有一个隐形墙？我怎么走到上面来了？这是什么情形？为什么我站在这里啊 ？What？ 那个剑卡住了是吗？啊！喷起来！好，打赢了，打赢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再一次 ，Yeah， 舒服啦！哇，他们好多、哦，天剑巨舞，75000的伤害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要过来了，没关系，放，放，哎、欸，不行，在 CD， 赢了，赢了，赢了 ，Yeah。啊，连赢了之后，创作者还会再配一个胜利的语音这样子。我是不知道贝米有没有被改良过啦，搞不好贝米也有新的配音也说不定啊，搞不好就配他那个呱呱这样子啊，有没有这可能？只是我没有把他带上场，所以我不清楚哦。啊，你如果你们有人有贝米的话呢，可以亲自来试试看，让我知道好不好？好啦，现在我身上有400颗钻石哦。我们来一抽吧，我觉得在抽之前先喝个药水好了，啊，有保佑啦齁，来抽起来看一下能抽到啥，抽啊，感觉米奇不妙屋 99% 的几率，我觉得，对啊对啊，不用想太多，别想那么多，对吧，对不对，好啦，我已经没有钻石了，我很可怜。好啦，那么今天先到这了、啊、那一样哦、喔、结束之前呢来抽个奖哦、喔、不过老头这一次呢没有要抽 STD 的单位哦、喔、我们这一次呢、啊、要来抽 TTD 的单位哦、啊、我们这个 TTD 的单位呢就是精灵摄影师啦，这个精灵摄影师哦、喔、可以单挑噩梦哦、喔、非常的强悍哦、喔欸、让你的噩梦不再是噩梦这样子，那要怎么抽呢，非常的简单哦，影片的喜欢达到500以上啊，达到500以上，并且按下订阅加小铃铛啊，以及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输入你的游戏 ID 以及想要对老头说的话，但是不能复制贴上，好不好？这样子你就有参加资格了，知道吗？各位，好啦，那就先到这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 STD 塔防再见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